为了让游客能够认识秀林乡的人文和风景，即日起在太鲁阁族文创产业园区办理看见秀林之美摄影展，现场有解说人员进行导览，希望透过摄影作品让民众更加了解秀林乡的美。秀林乡公所在去年度办理看见秀林之美摄影活动，并且把优质的照片进行评选，挑选出最优质的照片，为了让游客和乡亲们认识乡亲的年度盛事，即日起并且在太鲁阁族文化产业园区办理看见秀林摄影活动，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这里走一走。这一次的展览呢非常的特别哈，我们第一次在我们的馆内展出我们的摄影展哈，摄影展是因为去年呢秀林乡公所特别办理一个叫做秀林看见秀林之美摄影展的一个增建活动，所以呢我们广邀不止秀林乡，全台湾来自世界各地的爱好摄影的一些这些摄影家好、来拍摄我们秀林乡所有境内的一些景点，甚至我们的一些最美的地方太鲁阁峡谷好、甚至我们的崇德海湾，还有我们的沙卡党沙坡党溪，还有我们的木古木鱼这些景点等等的，甚至我们的三站溪还有好多一些我们的人文，甚至我们的祭典。我们这次的主题呢有分两个主题，我们的展览空间，我们的 A 栋呢我们展览的是人文风情，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太鲁阁族人还有我们的服饰以及我们的祭典还有我们的记录我们的生活。那第二馆呢自然景观，好，那自然景观呢它比较丰富，你会看得到秀林乡所有这些最美的地方都被拍下来，那为了就是要记录这些秀林乡最美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广邀这些摄影者把秀林乡最美的景点最美的时刻透过照片一张一张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展览。秀林乡的王玫瑰表示，秀林乡是全台湾最后一片净土，拥有大山大海，居住的太鲁阁族群约有六成之多，文化意涵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希望透过摄影展的活动，现场还有解说员为大家介绍每张照片的意涵，能够及时了解秀林乡的文化风景之美。马嘎拉圣灯笼苏南太鲁阁族文创产业园区欢迎您。记者 John 徐小道。